在文章这两份金纸详细看，只有头前这份是真正的金纸，后壁面这个是用着鸡卵糕所来做成的。台南的台糖中营酒店在2001年时阵，为了响应着政府减少着金纸的政策，同时就推出着这个相当逼真的金纸鸡卵糕，希望民众拜拜会当有信心，买当环保爱地球，减少着金纸。这个金箔蛋糕最主要是在2011年的时候。那台南市政府卫生局那鼓励大家新环保哦，他为了就是说大家拜拜的话烧金纸这个环保这块概念，所以结合很多的糕饼业还有饭店，当时从2011年我们就开始来就是来做这个希望的鼓励，因为台糖茶农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尽到企业责任，希望中来带动大家对环保的重视，对地球的爱护。因为讲民众愈来愈重视着环保，加上金纸鸡卵糕趣味造型甲大众化的口味，互消费者是相当的介意，伊询问度嘛愈来愈悬。因为讲去年插入着话题，即嘛互今年台糖的中营酒店伫清明节进前，就收到将近要加700份的鸡卵糕的订单。最近因为我们也接到很多的网友，目前的订单有将近700份。哦，相当的热烈，表示现在目前大家对这个议题方面已经都能接受，尤其去年的疫情，在中原普渡推出来的时候，受到很多的重视，让我们这一次哇，那主动的客人是主动提出来，希望能购买这个中这个金箔蛋糕。伊饭店业者结合的环保概念，发挥着创意，将金纸变成着美味、阁好食、阁趣味鸡卵糕，这嘛成为着中营酒店最近来相当热销的商品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。